花甲粉丝。太鲜亮了。马上开直播给大家秒杀咱们家的火婆娘过桥米线，我先来一口。都来吧，我在直播间等你。哈喽老铁们，晚上好啊，马上要开直播了。都来直播间吧，另外咱们直播间还有牛毛肚，全网量最大的霸王鸡肉火锅，我在直播间等你，不见不散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圆葱丁火腿丁搞里头，炒香胡萝卜黄瓜丁搞里头，提前炒好的不是鸡下的蛋搞里头，08年吃剩的大米饭搞里头，炒香豆生抽老抽，250粒盐鸡精搞里头，撒入性感迷人的小葱花，炒好的米饭灌入模具中，即时一道脱模。今天咱们做的是蜂窝煤炒饭的教程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西来就想管你们大家要个双击，动动你们发财又抓宝的小手，求求大家了，就给我一个吧，就差您一个宝贵的双击就能上热门，谢谢大家。好吃，起锅烧牛，沛县豆瓣酱火锅底料搞里头，葱姜干辣椒小麻椒搞里头，炒香加隔壁王哥昨晚的洗脚水，蚝油一滴答，生抽搞里头，999粒盐鸡精搞里头，自己爱吃的火锅丸子搞里头，水开勺粉搞里头，刚从后院摘的青菜搞里头，必须扣上原配的锅盖炖2分钟。今天咱们做的是麻辣勺粉的教程，哪怕您只跟我学会一道菜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？求求大家了。因为就差您一个免费的双击，我就能上热门。西来搁这里，大家及时一到，锅盖走你！油焖尖椒，教程已发。香了，配点大米饭。给我来个双击。太好吃了，来吧，宝贝们，给你一个。孩子们开吃，准备一个王小盘，放葱花蒜末香菜搞里辣，生抽陈醋搞里头，不花钱的老干妈搞里头，再来一勺祖传辣椒油，888粒盐鸡精白糖搞里头，水开放提前泡的红薯粉，扣盖煮熟。今天咱们做的是家庭版酸辣粉的教程，如果您一个双击都没给过我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？西来搁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加入2勺面汤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撒入888粒花生、香菜。我先炒一炒。